是 Rachel， 来自 My Milan Milan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全世界的 LV 三款最火辣火爆都有钱买不了的包包。来，我们来第一款，就是这个 Optical MM Size。这个款我跟你说 ，Correct 是不一样的。每一面你带着上市在你身上的话，都出现每个 Correct， 就说你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个性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有钱买不了的东西。所以跟你说，这个包是超好用、超好放。你看，它是一个可以跟你说是一个公事包，也可以跟你说这是一个矿，就可以去 shopping 的包。OK， 来第二款，要快哦。哦，来第二款，来这个就是我们的 Dolphin。这个 Dolphin 呢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了六个月才有它呢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跟你说，我的 SA 跟我说。Rachel， 就算你有钱，我也给不了你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货，是全世界在缺货。那我跟你说没关系，他有了过我，立刻冲上去，我说我要买，就算我怎么都好，我来不到你的专柜买，我就会叫我朋友立刻去帮我去拿一颗回来，一立刻叫他去付钱。所以这个话我跟你说是我的，可以说暂时最爱吧。OK， 来。最后一款，这个是我也超喜欢这个包呢。我给你看这是什么包，当当，这个包我跟你说，这个是 Muti Portrait。 这个包我是形容不了我多开心，我只跟你说是超方便、超耐看，然后超 style。 你看它的 style 是真的是一级棒的。所以这三款呢，就是在马来西亚，无论马来西亚或者全世界，是最难拿到的包包啊！你们爱吗？这三款我跟你说是不卖的哦，是给你们看看而已哦。看，这三款包就是我暂时这一期的被宠的包包。OK，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所以你们。要 order 的就赶快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们 order 了，你们要的话，但是还是先来先得。 OK， 今天介绍为止，下一趟再跟你们介绍什么包包是最火辣的。拜拜。